疫情趋缓，活力复苏，是不是也想为家重新换装？在物价飙涨的时刻，精打细算就显得重要许多。而目前在花岗山中正体育馆有一档家具名床大展，由工厂还有进口商直营，除了带来最新款的设计家具，也提供优惠方案。想换家具床组又想省荷包的民众，不妨前往参观比较。2023家具名床大展3月17号到3月20号在花岗山中正体育馆登场，由工厂和进口商直接带来最新款的科技床组。我们这是最新型床垫型的电动调整床、哦、那什么叫最新型的电动调整床、哦、来，它可以底座可以不用更换、哦、这是上电带动的，那我们把上电、哦、它可以调整角度、哦、然后个别小别抬高也可以，然后背部上升都可以啊，放平它就是一张床垫，哦，啊，再来它本身有附带一个按摩功能，好，现在把它打开，有没有震波？哦，它可以帮助我们血液循环就对了。啊，这本身它有三个力道，这是最小的、中的跟最强的，你看，水都会走了没有？哦，我再把它用到最小。啊，再来，这个布它比较有特色，一般我们人每个人身体都带有静电滴，它可以把你身上的静电导掉，哦，那我们酸性体质降低就对了。哦，这是一个很健康的。健康床垫沙发部分也配合花莲的气候和消费者需求，有更贴心的选择。我们知道花莲这个地方有时候雨水可能比较多，然后我们针对花莲的天气状况，我们公司的作品都有针对沙发部分做一个防潮湿，比如布的部分做冬暖夏凉，还有布本身它的所谓它透气性非常好，还有是现在的人很多的养猫小孩，然后我们设计一些所谓的猫抓布、猫抓皮的部分，木头部分也有紫檀、柚木，然后做全原木的系列。哦，那当然现在年轻人或者很多人可能是买那个扫地机器人，我们现在底座可以加高，然后这方面方便于清洗，哦，方便于所谓的打扫。而现代人重视养生保健，现场还有养生机，让民众在家里头也可以保养身体。这个暖脚的养生机，对，因为我们一般会堵都是从下面开始堵，所以你只要下面热了，全身的循环变好，什么毛病都会减轻很多，所以它对于保养身体很重要啦。对，这一款它的特别在哪里？它的特别就是它的脚底板特别热，所以它就跟我们一般传统的做脚底按摩的意思差不多。对，那你只要脚热了，对不对？时间久了，你的脚热了，你的脊椎也会好。所以等于再更认真用，连脑袋都会好了。即日起到三月二十号，家具名床大展就在花岗山中正体育馆。想为家换新装的民众，不妨前往参观比较。记者会换室报道。